我是李巧文，我住在 BC Burnaby， 我开一台丰田 RAV4， 搞集成电路的，搞电子方面的，工程师，喜欢唱戏，喜欢唱中国的京剧，我开这辆车有8年多了，没有出过任何问题，我很放心。这个车吧，省油，它的方向盘操控特别轻盈，你稍微给点力，它就会走，就会停止换，特别好操控。我是李巧文，这是一个车主赞同的广告。